24日晚，范冰冰晒出自拍，并透露是在电影《手机二》拍摄现场拍的。配文称五月很开心。照片中，范冰冰留着短卷发，头上还有小发夹，俏皮又可爱。哪怕镜头离得再近，冰冰的颜值也是很能打，满分美腻。5月17日，有网友就在北京机场偶遇范冰冰。照片中，范冰冰戴着宽檐帽、白衫配短裙，长发十足。不得不说，范冰冰这气场和颜值惊人啊！光是站在那里拍一个 pose 就让人无法忽视。范冰冰似乎是在拍《手机二》期间，冯小刚导演还过来给范冰冰说戏。之前有网友晒出一组在戛纳偶遇范冰冰的照片，还说怎么拍都美，真人好瘦啊！照片中，范冰冰正在与人交谈，旁边还站着一位外国友人，不知听到了什么，微微皱眉苦脸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好看。不得不说，范爷真的太美了，就连抓拍闭眼都这么好看，整个状态也很棒，既美艳还有一丝少女的娇俏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，抓拍也这么美，真是精致的猪猪女孩，在这炸像素下颜值还是这么耐扛，实力佩服。